外界是一般以为所有修理蔡英文的贾伯斯论文的人，他们基本上呢是赖清德那批人吧，事实上不是的。来到中进坦白，我是欧中进。蔡英文的贾博士论文呢、啊，真的就这样的穿帮了。我想他现在一定在他办公室天天跳脚，因为他担心啊，他就要被抓去锒铛入狱。这样一来呢，等于是赖清德体系呢大获全胜，因为外界一般以为，请听清楚，外界啊，听清楚，外界啊，外界是一般以为。所有修理蔡英文的贾伯斯论文的人，他们基本上呢是赖清德那批人吧？事实上不是的。事实上，台湾呢、啊、有一批非常重视学位的正义啊，也就是说，大家很讨厌学位搞假，所以这群人呢，很多是中间选民。那当然，有些是国民党的，也有些是民进党的，所以是有三挂人形成一个打假论文的联盟。这个打假论文啊，因为蔡英文而形成了一个独特的历史现象，就是在2019年5月起，慢慢的形成一组跨党派的打假论文联盟。这当然是蔡英文所促成的，而且啊，他用了很多方法来打压这些查假论文门的人，连我的摄影棚办公室都几次啊，被他们派警察局的人来查水表、查电表，还有报凶杀案的。还有半夜说我们这个办公室里面啊有凶杀案的，全部都是子虚乌有。当然，他是为了扰乱我们，或者让我们呢在整个小区里面呢、啊、还觉得是挺有状况的人。他无非呢就是要让我们很难干下去。但是时日一久啊，他累了，我们呢可不累，因为对于追求这个真相，尤其是他这个谎是近3000年里面。人类历史上少见的谎言，甚至是唯一的。你说哪一个人干到这样的位置，居然还要去搞一个假学位？当然，他的情况有点相反，他是先伪装有这个假学位，混到政治大学去教书，然后才能干到这个位置。既然前面已经伪装，他后面就只好继续给伪装下去。这看起来他有点情非得已哈，他本来只想骗一个教授干干，没想到越骗越大，这真的是历史跟他开了一个大玩笑。如果还没干到这么大的位置，老实说，大家也永远觉得，其实他长得还挺像个博士，样子呢也装得挺像，他真的确实就像个大学教授，哪晓得连硕士毕业证书，目前大家也没看到任何踪影。倒是他确实真的在康奈尔修了学分，不过啊，我们得搞清楚啊，修学分可不代表等于拿到硕士，因为啊，我们发现他根本没有考过托福和 GRE。接着我们还发现他的英文程度实在太烂，绝对进不了康奈尔大学。想要从康奈尔大学毕业，那个英文可不是盖的，以他那种单字量啊，大概是相当于啊。台湾的一般的高中生的单字量，只是说的还算流利而已，但这个流利啊，经常文法错误，而且词不达意，甚至用错单字。这个用错单字呢，还是属于10000字以内，甚至5000字以内的单字呢，他都用错。这样的英文啊，你说怎么可能是世界前50名的名校毕业的呢？尤其是在英美体系，现在大家还真的已经查明了。他就是透过英国那边他的老朋友施芳龙借着喝酒，还有用各种公关应酬的手法，把这些人给拢到屋子里面去，上下其手一番，用钱、用色、用巧克力、用鲜花、用牛排、用红酒，各种无所不用其极的方式，把他达到塞这本假论文的目的。而台湾这边呢，就是那个黄崇业跟张敦涵啊，成为主要的使坏人。这样一来啊，其实你可以找到3个主要的华人跟还有一群啊贪钱的英国人，这就形成假论文所有制造证据的关键人。这所有的证据已经在网络上被揭开以后啊，蔡英文再也装不下去，那么他的政党上面啊正好又遇上斗争，
也就是说，他所谓的蔡英文戏，竟然被赖清德已经是打着玩的。时间一过，中秋节之后，突然台湾政坛有了一个巨大的改变。这个改变是赖清德所属的南部新的老游戏突然扬眉吐气，而所属于蔡英文的所谓蔡英文办公室整个系统突然整个在媒体失势了，甚至在地方。如果你继续打了蔡英文的名号，那恐怕你的票就不太多了。现在蔡英文啊，变成是民党另类的票房毒药。这样一来，蔡英文等同于已经提前要跛脚了。可是权力啊，毕竟还在他手上。目前呢、啊，大家还记忆犹新他那句话，请大家记得他的任期是到5月20，而且是2024，意思是检察系统、法官体系或者调查员体系，再加上公安体系、警官体系都在他手上。他这话是语带威胁了，某种程度上，他干脆直接说枪在他手上，这可能还快了，还包含所谓的金融的调度权也在他手上。那么他到底会干出什么样的事呢？说句实在话，你要他这种人啊，不干出报复赖清德的事，那绝对不可能。所以他现在极有可能说干的事，就如同于盖达组织或者是宾拉登，根本就来了一个与赖清德鱼死网破。而且、啊、他旁边那一群人接下来可能要被收拾，甚至说应该是必然的要被收拾。既然是这样的话，那还不如来一个跟他硬碰硬，否则就像当年啊，这个汉废帝对上霍光集团是有点类似的，因为最后整群他的幕僚全部都被绑到断头台上去了。现在的台湾虽然这群人未必上断头台，可是呢，等到蔡英文一下，他们恐怕绝对要被清算，而且要过苦日子，甚至啊得蹲到牢里面去，因为他们帮忙做了太多的伪证，或者帮忙做了太多的假的证据。我们这样想一想，赖清德此时此刻应该是胜券在握，而且冷冷的笑着。几年前蔡英文所对他做的各种坏事，现在一一看起来都有报应了。那么他接着会做什么呢？难道他完全会双手插着当甩手掌柜，然后不做动作吗？不会的，赖清德他仍然会指挥若定，而且继续向蔡英文这整个派系包围和斗争。早在4年前，他就是连蔡英文旁边最得力的苏嘉全都已经进行斗争了。这个事情啊，由苏嘉全已经对外到处做了好多的抱怨。换言之，整个民进党体系它绝对不是一个团结体系。当然了，如果从国民党的立场，要是能够自己蓝营团结，众志成城，对上民进党的分裂局面，哎，可以见缝插针的话，那当然也就可以开出一条路。无奈目前为止啊，整个非绿联盟一分为三，这就给了整个赖清德很好的机会，可以对蔡英文做团灭动作。贾博士们正好就是这整个里面的关键钥匙，而蔡英文在这里会不会因为已经无处尺寸立锥之地而产生反击呢？我们值得拭目以待。感谢您的收看。